很多网友留言说，有没有好的尾巴车型？必须有，今天它来了。在我身后这一台山猫120小型挖掘机，建筑破拆，城镇绿化，房屋改造，不开玩笑，江湖人称劳模一号。它动力侧移，标配橡胶履带，灵活伸缩，狭小空间轻松通过无压力，采用零回尾设计，贴墙转体，施工灵活，作业能力出色。可选配密闭暖风驾驶室，有效隔绝灰尘和噪音，操作视野广阔，专业切换操作模式，驾驶舒适度堪称工地法拉利。配装9宝田10.4千瓦发动机，完美匹配液压系统，高效输出，作业不怂。相较同吨位，省油更经济。自动故障监测系统，标配0.04立方铲斗，不同数据随心搭配。谁说小身材没有大能量？山猫120超越你的想象。抖音。